立刻学。Hello， 亲爱的朋友，以营养对抗癌症，让运动击败病魔。告诉大家，你好，我是 Billy。非常的感谢大家再一次的收看我们的节目，在这个第二集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更加的用心。那这一集的节目里面，除了由我本身为大家示范五道非常棒、非常增进你免疫的很好的示范的食谱之外呢，另外月宝老师也为您做出你非常喜欢的，包括很多人喜欢的榴莲。榴莲，榴莲虽然我不敢吃，但是我绝对知道经痛的女性妇女朋友呢，确实也蛮喜欢的，一吃了以后效果好得不得了。所以这次你千万不能漏看我们第二集的十道很棒的食谱。那么我们要特别感谢在第一季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推出在网页当中获得到热烈的回响，大家纷纷的和我们联络。你可以同时的上 billywang31.com 或者是 billife.sg， 然后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网页，不时的与我们指正。我相信再次提醒所有在观看这个影片当中的癌症病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了，仙丹妙药不一定都能够让我们完全恢复健康，但是我必须说，真正的健康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动，只要你认真的动的话，那你一定会健康。这个动不代表你运动，还有自己操作食物，我们的方法都很简单，让你获取完全的营养。再次感谢您的收看，希望这一期节目带给你更多的免疫力。